你当初你第一次看到我是什么感觉？那有什么感觉？是人啊！你无感觉讲哦，拢查某囝啊，甲一个歌星做伙安尼，你一点啊兴奋感拢无安尼啊？歌星做伊歌星啊，甲我也无关系。啊，这无好看无？一半句啊，我无教，卡袂掉落。阿妈，你今麦一工几包？红的要送啥？你也无要叫？看到他，我肃然起敬。我岳母哎，我岳母八十几岁啊，搁保持个安尼。我跟你讲，阿妈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。阿妈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在哪里工作的？哦，阿妈在法院工作。我们频道每一集阿妈都有看。啊，这部好看吧？有诶好看，有诶吼，一半句啊我无教。多一种一半句啊？卡袂掉落。我绝对袂讲这个话，像，伊啊，讲的人家己知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我岳母对我真的很好。我第一次认识姑姑的时候，然后姑姑就把我带来花莲，然后见岳母。你当初你第一次看到我是什么感觉？那有什么感觉？是人啊，嘛是人啊。你无感觉讲哦，拢查某囝啊，甲一个歌星做伙安尼，你一点啊兴奋感拢无安尼啊？歌星做伊歌星啊，甲我也无关系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后来跟姑姑感情呢、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不是要订婚吗？要订婚了啊！订婚不是要聘金吗？我跟你讲，阿妈没有收。哦，你就真的拿回去啊？我拿回去啊！不要脸！我觉得这个阿妈怎么这么好？阿妈就说：“你对我查某囝好就好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”阿妈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想收聘金？我是嫁查某囝，不是卖猪啊，